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伟玲。今天要带来的滚石经典歌曲是《钢铁男子》。会选这首歌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，生命是一场很辛苦的旅程，然后在生命的过程当中，要不断的用很多的正能量去面对它。那伍佰老师的这首歌曲，它是一个比较 man、比较刚硬的态度，然后反而是可以让我更感受到这首歌曲里面内心的柔软。所以我觉得在就是生命的旅途当中，就是一些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只有自己最知道，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歌给我自己，然后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更正面更坚毅的能量，去面对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。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生命之中曾经产生